那儿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点！哎哎，那几个摆那儿摆那儿。哎哎，对对，快快快快快！快点！哎呀，凳子凳子，哎，放放放放，放好放好，哎，好放好，哎，这样子啊，哎，爹，哎，给我吧。你怎么来？哎，我说你们会不会挂？挂成这个样子，我来。哎呀呀，姑奶奶呀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赶紧回屋去。我没有捣乱。我说你们这帮和尚，整天除了念经之外，还会干些什么？连个慢着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挂鞋了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了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回房去。北淮的高僧马上就来了。北淮的高僧来了也要把这个东西挂好啊。哎呀，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。笑什么笑？干活！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师弟，好在你全力相助，否则差点功亏一篑啊。师兄体力可好？我算算时间，新勇他们肯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但愿杨叔他们能坚持得再久一些。阿弥陀佛。想不到龙山一别，哼，南华庵人才竟然是凋零如此。我们远道而来，全为了五年一度的南北华庵比武盛典。可是主持心湖大师却不出来主持盛典，也不尽地主之谊，哼，甚至连面都不愿意露一下。之前皇上也特别叮嘱我，一定要向华安高僧请教几番。在下鲁顿，也知当上进，以报效朝廷，所以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一下。
杨大人心怀社稷，是来我大明之福也。如蒙不弃，还请大人垂问。我是个粗人，华安武学和佛法密不可分，就算是问，也要有相当的修为，哪是我一介武夫三言两语就能问得明白的？不过皇命难违，那就请几位高僧不吝赐教一番，指点晚辈一二。赐教不敢当，杨大人确实有雅兴，就让我的猎徒陪你过上几招。情形比五年前进步太多了，这菩提剑法算是练到头了。兵器已经如此，拳脚更为有用。是。师傅，东西他果然不错。日月星三罗汉，心无旁骛，武艺精进，肯定不是我能比的。以静行现在的剑法，一百招之内就能取胜，杨叔能支撑到300招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那是静清手下留情，毕竟杨叔不多，亮明了自己的官家身份，静清不敢贸然驳他面子。可是杨叔现在力有不逮，随时就要败下阵来。
霹雳手。傻小子，这哪是大霹雳手，这是易髓经。师父，师伯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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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弟，别来无恙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为几位高僧的慈悲感化，我是真的担心有贼人闯入华安禁地，对华安不利啊。如果师父还有疑虑的话，不如我在前，师父在后。走吧。
我现在只有三成的功力呢。三成，金吾师兄，比武尚未开始，你便自暴其短，是何缘故啊？哎，金勇师弟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方才我姗姗来迟，是因为我在后院跟心仪师弟为一位施主治病排毒，内地耗子几乎是油尽灯枯，休息一段时间才能过来，所以来迟了，还请见谅。扶危救人，乃我出家人之本分。金吾师兄慈悲心肠，心有拜服。见师兄身体受损，功力未复，比武不妨推迟几日吧。那倒也不必，我这个体力三两天是难以恢复的。即使心勇师弟不和我动手，我这几位不成器的徒弟也不可能战胜日月星三罗汉。我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把舍利金匣直接奉上。今年的南北华安比武，就算是南华安输了。师父，您不能认输啊！就算弟子不成器，也不至于不能一试啊！是啊，师父，是啊，是啊，师父。如今天下危机四伏，东南倭寇尚未平定，我们华安武僧出事了！走走走走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先看比武大会，就偷偷溜了出去。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听见了一阵响动，就发现塔林的地宫甬道被人打开了。进去一看，是虎师父。好了，师父，看来是有贼人偷偷进入地宫，被师父撞见，所以杀人灭口。师父，那声音一定是师父临死之前发出的警示，所以那贼。
拉钩啊，鱼儿就上来了。我就知道石虎的死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系。李音乐，你今天晚上偷偷把寺里给你准备的药倒进花盆里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那个给你送饭的小和尚是我刻意安排的，目的就是告诉你地宫即将被封，如果你想到地宫里偷东西，那么你在今晚必然有所行动。李音乐，你假装中毒求救，处心积虑难道就是为了这些？没错，可是我们全心全力都在救你，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怪，只能怪你们太蠢。人呢？快，快走，看人在哪儿呢？又是动静在哪儿？没有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早就对你说了吧，这是个吃斋的恶婆子，口素心不善，你偏偏不信。这下好了，又要他给逃了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但是，走。腾天君，朱元君，你回来了，很顺利。这是他给我们的官文石表，只要我们能按时送到，那批货就能够万无一失。啊，辛苦了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。朱元君，此事关乎我们和惠王的协议，就拜托了。放心吧，洪州，洪州，迟早是我们东营的。哎，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楼上有座吗？有，您楼上请。二哥，三弟，你那儿可有什么线索？毫无线索，先坐下吧。既然什么线索都没有，那你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喝茶呢？二哥，师父常说欲速则不达，心静方能成事。我看你手中空空的，应该也没有什么线索吧。二哥，先喝个茶解解乏，啊！哎，小军，是谁让你进来的？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要喝茶。你喝什么茶？你也没钱。走走走，没钱怎么能喝茶？我要喝茶。二哥，我去看一下，可能是董鑫，又在楼下弄事了。小二哥，哎，客官，刚才是不是有个乞丐在这闹事啊？是啊，我就怕影响客官您喝茶，我早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客官，您还是上去喝茶吧。没事。哎，啊，大哥，哎，你怎么打扮的，像个乞丐似的？这叫重回老本行。东西，煞费苦心打扮成这个样子，应该查到什么线索了吧？你才是老本行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马有马道，蛇有蛇洞，这镇上的一切都瞒不过丐帮的眼睛。我可是扮成乞丐才打探到这些消息的。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，这虎窝口来这里的目的很有可能跟余商有关。余商，半个月前这里来了一大帮外乡人，说是和镇上的余商做一笔大买卖，而且雇了不少的劳工，说是要赚大钱。那这和我们跟踪倭寇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个呆瓜，这帮外乡人都是倭寇办的。我猜想倭寇在这里一定有个据点，而且利用那些劳工进行着秘密行动。可是那个据点在哪呢？这些倭寇很小心，一直都封锁消息，镇上的人说他们一走就杳无音讯了。不过丐帮的人已经告诉我了，有人在镇外青叶林见过那些失踪的人。青叶林，这个青叶林
很有可能就是倭寇的落脚之处。全都是火药啊，该不会是倭寇为朱神君准备的军火吧？我更在意的是黑幕下那些大家伙是什么。启禀主任，大炮已经全部搬运完毕。很好，这儿可有什么异常情况？一切进展顺利，待明日天亮。这里打扫精神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再做打算。好。乡亲们上工了啊！乡亲们上工了！哎，和你预计的一样，他们准备在这里找老公。走，往前挤挤。
需要一些人手，有手脚麻利的，能干活。有没有人愿意上我这儿来的？我可以。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！别吵，别吵！大哥，你看我身体好，我吃的少，但是干活非常麻利，非常勤快，你就选我吧。好，要你了，来。哎，对对，哎，大哥，我还有小兄弟，你别看他这么小，但是他力大如牛，你选他绝对没问题。好，都要了，来，上后面来。哎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吵什么呀？来，你，我去吧。你，你，刘三，就是我了，你来就散了吧。说的话，在这好好干活，不要多事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来，这位爷，你就放心吧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多说话，尤其是你。好了，干活去吧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准备妥当。去吧。是。是空的，奇怪，难道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不是大炮？至少昨天晚上大炮还在这里。几百斤的大家伙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运走了？这箱子里面肯定有蹊跷，我说刚才那些箱子怎么不重了？快点，快上车，走，他们好像要出发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这里好像不对劲。连个大炮都不见了，沿车辙印追，走。
搬上车。是。虽然是假的，但是杀了你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杨大哥、马大哥，快来救我啊！就凭你们这样也想骗本女侠，真是班门弄斧啊！告诉你，我可是骗人的祖师爷。死丫头，快说，杨树藏哪儿去了？你想杨树了？可惜啊，他不喜欢你。我才不会告诉你呢。给我杀了他，我就不信杨树不出来。杀！
既然你把我比作赵子龙，那就准备留下你的青钢剑吧。好，那就让我再看看阁下有几分功夫。你赐我一剑，我就赐他们一剑。你可听清楚了？三个人，你只有一个，你未必有胜算。好啊，那你就试试。这就是所谓的心意相通，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明白的。你只让其他人为你死，却不懂得舍生忘死。什么舍生忘死？我让你们通通死而无生！不行！
怎么了？什么人？后悔是我的事。你这个糊涂蛋，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？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你！住手！你们俩喝多了啊？撒什么酒疯？是他在发疯。还说我又没发疯。你们两个算是白折腾了。谢姑娘，让你劫走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我刚刚还看见他从谢将军的房间里出来。就在刚才。把陆英杰到哪儿去了？我要去救他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不就去了吗？李音月为什么要掳走谢洛英啊？难道他是要帮倭寇要挟谢将军？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不是冲着谢将军来的，而是冲着三弟你。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哎，三弟，你知道上哪儿去救吗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冷静地等待着李音月的下一个消息。他既然对我们有要求，那就说明谢姑娘现在性命无忧。戴冠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救谢姑娘。有洛英的新消息了。欲救谢洛英，携谢天顺项上人头，于未时前往回朝山下，或是破案，主也英雄。哼，老夫的人头。看来那些倭寇的真实目的还是谢将军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，真是棘手啊！义父，现在最起码知道了洛英的下落，你借我兵马，我马上去回朝山，把洛英给救回来。不行，谁也不许去救他。义父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离回朝山的路途尚远，如果不快点赶回去的话，我怕洛英会有危险啊！哼，他的生死与我有何相干？谢大人，虽然他昨天跟你断绝了父女关系，可你现在就不顾他的死活，未免也太绝情了吧。大人，属下也不明白，您平日里对洛英疼爱有加，他们掳走他无非是想威胁牵制于我，可是比起大明的疆土，他的生死微不足道。义父，我知道这是倭寇的陷阱，你借我兵马，我自会前去把他救回来。明知是陷阱，我更不允许你们去冒这个险。义父，你当真不救？哼，就算我绝情吧，此事不要再提了。好，好一个绝情！你不去，我去。就算是龙潭虎穴，就算是我一个人，我要把洛英救回来。义父，告辞。大人，我与洛英情同手足，我实在无法做到袖手旁观，请您原谅。谢大人，再任性的女儿也会希望得到父亲的谅解。
境中的埋伏。是。大呆瓜，太爷遇到邪姑娘的事就变成呆瓜了，气死人了。这来人，将军，有何吩咐？杨树他们是否已出发？禀将军，他们三人骑马出发，已有半个时辰。将军，现在追赶还来得及。你随我带秦兵，即刻前往回头山。将军，其实属下们早已列队等候了，我们相信您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好，走。当然，王爷。王爷不愧胆魄非凡，在下庆幸能和王爷这样的豪杰争。他们来了。来了几个？三个，并未见谢天顺。主人有令，不见谢天顺不可行动。明白。是你们三个急先锋，杨树，说好的谢天顺人头呢？难道你就不怕我一剑杀了你的心上人？李隐月，你不许伤害他！你不准我伤害他，可我就偏偏要伤害他。李隐月，你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，要我命都行。折磨你心爱的女人，看着你痛苦的表情，感觉真是太好了。
恶毒的女人，有什么仇冲着我来啊！我真后悔当初放你逃生路，让你在这里为虎作伥。住口！要不是你辜负我，我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吗？我一心一意地对你，你却害得我家破人亡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毁你一生的是你自己。我认命了，但是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心上人，让你的心一点一点痛苦而死。我想想，我该接着从哪儿下刀呢？心口怎么样？看看他的心里究竟有没有你。天罗地网，只要稍有动弹，你们就会被扎成马蜂窝。是的。
你对他还真是有情有义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。
军及时赶到。没事就好，都怪我太偏执了，让你们涉险了。哎，哎，杨树呢？林月带走了洛英，他去追了。往哪儿走了？那边。走。这。洛英安全给你带回来了。哦，没事就好。幸会啊，若不是王爷略施小计，我们又怎能聚在一起呢？主神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思念故人了吗？所以和大家聚一聚。主神君，想不到你竟然和倭寇串通一气，你这样做枉你父王重量一事，你让他如何瞑目？他一生愚忠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我可不想和他一样糊涂。岳父大人，能否陪小婿夺取天下，咱们一起开创一番事业？放肆！不思悔改，我现在就替你父王清理门户。大人，敌众倭寡，不可轻举妄动啊！还是二弟识大体啊！二弟、三弟，我很赏识你们的才能。如果你们归顺于我，咱们兄弟开创一番大事业。住口！住口！谁是你兄弟？你所谓的大业，不过是你虚妄的执念。你快醒醒吧！看来多说废话也没什么用了。你们记住，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识时务。给我杀！给我杀！慢着！洛英，夫君，你不是来救我的吗？你之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吗？没有帮助我得到谢家军，从你失败的那一刻起，你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。
否认。是个好妻子，但我并不。